听新闻学汉语，请听今日新闻。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山前大道东侧，一个总占地面积120万平方米、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、容积率0.6%、堪比秦岭别墅的住宅区西美金山湖小镇正在大规模兴建中。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山前大道东侧，一个总占地面积120万平方米、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、容积率0.6%、堪比秦岭别墅的住宅区西美金山湖小镇正在大规模兴建中。石家庄市鹿泉区山前大道东侧 is address， 占地面积 land size， 建筑面积 building area， 西美金山湖小镇 community name。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山前大道东侧，一个总占地面积120万平方米、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、容积率0.6%、堪比秦岭别墅的住宅区西美金山湖小镇正在大规模兴建中。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山前大道东侧，一个总占地面积120万平方米、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、容积率0.6%，堪比秦岭别墅的住宅区西美金山湖小镇正在大规模兴建中。